好的，那么今天的第三个语法点呢，是给大家再补充一些个介词的用法啊，一些个比较常、不太常见的一些个介词的用法。首先第一个哈，就 bajo 呢，就是在什么什么之下啊，在什么什么之下啊。Esa pobre gente no tenía casa, de noche dormía bajo el puente 啊，这些个可怜的人啊，是不是 pobre 放在？放在名词前面，它表示的是主观的哈，一种他们这种可怜的人，他们没有家啊、在晚上呢，他们睡在桥下面啊、在桥下面睡觉，对吧？啊 ，OK， 好的，第二个哈，第二个 ，bajo el mando de Escipión un ejército romano invadió Numancia 啊，在。在 Escipión 他的这个领导之下哈，在他的这个带领之下呢，罗马军入侵了诺曼西亚，是吧？在谁谁的这个领导之下哈啊，然后 bajo la condición de que 啊，这个是给大家补充的一个哈 ，bajo la condición de que 在什么什么的条件下啊，在什么什么条件下啊 ，cinco grados bajo cero 零下的五度是吧？零下五度。哦好哈，我们还有这个，还经常，这个是吧？在党的英明领导之下，哈 ，bajo la dirección del partido 啊，在党的这个领导之下啊 ，OK 哈，在这里面对 bajo 进行一个补充，在什么什么之下 ，OK 啊，下一个介词呢是 según 啊 ，según 是根据、遵照的意思哈、啊。注意，它如果是根据某人的话，我们直接是加主格就可以了啊，直接是加主格就可以了哈、啊，我们不接这个夺格。啊，不接夺格，其他的词是不是接夺格的？什么阿密阿蒂巴拉密巴拉蒂波尔密波尔蒂啊？但是这个 según 哈，它后面是直接加这个主格人称代词。啊，第一个例句 ，hay que aplicar política según las circunstancias 啊，应该应用一些个政策啊，根据形势啊，应该根据形势来使用政策啊 ，según 哈，根据遵照。啊，第二个例句 ，según los ancianos esta región estuvo cubierta de árboles 啊，根据那些个老者啊，根据这些个老者而言，这个地方曾经是覆盖的，被什么覆盖？被树木覆盖的啊，曾经这个地方呢充满着树木哈、啊，然后后来是不是可能城市化、啊、就把树都砍了啊啊？根据这些个老年人哈、啊，根据这些个老者说，啊 ，según 根据某人说。OK， 再来一个 ，celebramos la fiesta según la tradición 啊，我们庆祝这个节日根据传统啊，我们根据传统来庆祝节日啊，是吧？啊 ，tradición 根据传统啊 ，OK 哈、啊，所以 según 呢，它这个意思哈、啊、是根据或者是遵照。OK 哈、啊、，sin 其实我们已经不太陌生了哈，而且上一节课刚刚说到过这个 sin 的这个用法哈，它是有没有或者是缺少啊，或者是不这样的一个意思啊。第一个 ，los seres vivos no pueden subsistir sin alimentarse 啊，生物不能够活啊，不吃东西的话啊，不给自己喂食的话，他们不吃东西的话就没有办法活啊。第二个 ，hemos pasado un verano sin lluvias. Los cultivos están muriendo por efecto de la sequía. 我们度过了一个夏天，没有雨水的夏天，不下雨的一个夏天。这些个作物正在死，是吧？快死了哈。由于效应，什么的效应呢？干旱的效应。啊，这是直译。那我们把它这个意义的话，就变成了我们度过了一个没有下雨的这样一个夏天，然后作物们都快干死了。啊，最后再来一个 ，es imposible fabricar nada sin materia prima 啊，什么都做不出来啊，如果没有原材料的话啊，如果没有原材料的话，什么都做不出来啊。OK， 然、后这个 sin 哈、啊。最后再来一个 ，nos vamos sin ella si llega tarde 啊，咱们走不带他了哈、啊，如果他迟到的话，对吧？啊，咱们走不带他了哈、啊、，we'll go without her 啊，对吧？啊，在这个地方秀一下这个卢本老师的这个蹩脚的三脚猫的英语哈、啊，嗯 ，OK 哈、啊，如果他来晚了，我们就走不带他了啊，这个是 sin 的用法。
OK 啊，今天重点哈、啊、是讲这个 solvely 哈、啊、，solvely 的这个用法有很多啊，特别特别多的一个用法啊。我们先来一个一个看哈、啊、，solvely 在什么什么东西上面啊，在什么什么东西上面哈、啊。第一个哈、啊、，Javi basamel tomate está solvely la tabla。Javi 啊，把这个西红柿哈、啊、给我、啊、递过来。然后这个什么西红柿呢？是在这个板子上的这个西红柿啊，菜板上那个西红柿。啊，第二个 ，se llevó un gran susto al ver que la lámpara que colgaba sobre su cabeza estaba por caer. se llevó un gran susto. 哈、啊，他受了，哎，受了一大惊，吃了一大惊，或者说吓了一大跳啊。当他看到这个啊，当他看到这个灯啊，是在他头上面的挂着的这个灯，快要掉下来的时候，他吓了一大跳。那什么，在他头顶上哈，所以我们看这个 solvely 呢，它是紧贴在那个桌面哈。这个 solvely 呢，哎，它是悬空的哈，悬空的哈。悬空的时候呢，我们就不能用 an 了哈，我们就用 solvely 啊。在桌子上紧贴的时候，我们用 an 用 solvely 都没有问题哈。但是如果说是悬空的哈，什么看灰机哈，是吧 ？Mira la vista sobre los otros 啊，这种哈，是不是它不是紧贴在你头顶上的哈？它是哎，离你还有一定的距离，有一定的位置，这时候呢，这个在什么什么之上，我们用的是 solvely 啊，然后再来看一个哈 ，no se puede poner la balanza solvely la alfombra， 那不能把秤放在哎这个地毯上哈 ，alfombra 地毯是吧？会称出来会不准的。啊 ，OK， 学物理的同学可能会清楚哈，它为什么不能放在这个地毯上哈？它这个受力会不均，嗯。OK 哈，这是 solvely 第一个意思啊，在什么什么上面。solvely 还有一个意思呢，是有关什么什么和什么什么有关的意思哈。我们来看第一个句子 ：En todos los periódicos se publicaron noticias sobre el accidente。啊，在所有的报纸上 ，se publicaron se 加复数第三人称，是不是啊？字符被动，90%以上是字符被动哈。那主语是什么呢？哎，主语是这个 noticias， 对不对？啊，这个消息呢被发表在所有的报纸上，关于什么的消息 ？Sobre el accidente 啊，关于这个事故的消息。啊 ，OK， 第二个哈 ，Gabriel ha escrito una tesis sobre la arquitectura de la América precolombina. Gabriel 写了一个论文，关于前哥伦布时代美洲的建筑问题。啊，建筑的前哥伦布时代哈 ，pre Columbina 哈，前哥伦布时代就是，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哥伦布到达美洲之前的啊，到达美洲之前的美洲的，哎，这个建筑，然、啊、后他写了一篇论文是关于这个的哈、啊，是吧？在这里也是关于。OK 啊，第三个呢，其实是西班牙著名导演阿莫多瓦拍的一部电影哈、啊，叫做《Todo sobre mi madre》啊，关于我母亲的一切，是吧 ？Todo 再次单独出现，表示的是所有事。啊，关于我母亲的一切，大家愿意的话可以去搜一下哈。阿莫多瓦是一个特别重口味的一个西班牙的一个导演哈。啊，他这个西班牙目前所有的电影哈，没有一部电影能够在中国大陆内公映哈，因为都就是拿到国内的全都是什么18禁、21禁啊，或者25禁的这种电影了啊。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去搜一下哈。这个电影叫《关于我母亲的一切》。啊 ，OK 啊，softly 呢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哈，是这个扑向或者是朝着的意思哈。然后呢，我们来看第一个例句吧哈。第一个 ，el zorro se lanzó sobre el queso y se lo comió。那 zorro 本意就是狐狸啊，狐狸。然后呢，西班牙人也会和咱们一样哈，也会用这个 zorra 哈 ，zorra 来形容一些个比较贱的一些个女人哈。那 zorra 哈，狐狸精，我们就可以把它翻译成狐狸精。啊，但是在这里面这个 zorro 哈，它其实就指的是狐狸啊。这个狐狸呢 ，se lanzó sobre el queso 啊，它扑向这个奶酪啊，也不知道为什么都这么喜欢吃奶酪哈、啊，是吧？奶酪这个东西，奶酪这个东西说起来就有点意思了哈、啊，就是不是咱们就会觉得有一些个这个白人，他们其实身上也会有一种那个奇怪的味道哈、啊，它其实就是。他们吃奶酪吃多了哈，从小吃奶酪，完了就是从内而外的散发出来那种味道哈。相对来说，亚洲人对这个奶酪并不是特别的感冒哈，所以我们这个体味在所有的这个人种里面哈是相对比较少的。但有些白人他吃奶酪吃的比较多的话，确实是会哈身体那个体味稍微有点大啊。然后外国狐狸是吧，也比较喜欢吃奶酪哈。这个狐狸呢，哎，就扑向这个奶酪，然后把它给吃了。
那在这里面这个 say 同样是一个兴趣语格的用法。OK, 好，我们来看第二个句子。El sinvergüenza quiso arrojarse sobre el boleto de lotería premiado de la anciana, pero la policía se lo impidió. 这个不要脸的是吧 ?vergüenza, vergüenza 是羞耻 ,sinvergüenza, 没有羞耻不要脸的哈。这个不要脸的人呢他想要扑向这个老奶奶的这个获奖的这个彩票。但是呢警察阻止了他。警察阻止了他。OK, 好，所以 sobre 还有这个扑向朝着的意思。sobre 呢它还可以表示大约的时间哈，但是这种用法呢它只是在这个西班牙拉美可能没有这样的用法，西班牙有这样的用法哈，表示大约的一个时间。我们来看哈， nos reuniremos sobre las 6:30 de la tarde de conviene, 咱们开会咱们聚都行哈，大约是在6:30下午6:30，你方便吗？OK, 好，第二个例句。Vino sobre las tres, 他大概是3:00来的。大概是3:00来的。sobre 表示大约的时间。OK, 好的， sobre 的这个用法讲过之后呢我们来看哈 tres。tres 呢书上给他的意思呢给他的是在什么什么之后哈，但是在这里面卢米老师再教大家另外一个用法哈，他还可以表示追求或者是寻求这样的一个意思。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哈。El hombre que iba tras la mujer siguiéndola intentaba robar su bolso. 这个男的什么男的呢，是在这个女的后面走的这个男的。他是什么跟着他企图偷他的包或者试图抢他的包robar 这个词偷抢都是他。OK, 哈。Tras el invierno viene la primavera.Tras el invierno viene la primavera, 在冬天之后春天也就来了。春天也就来了哈。这个句子哈挺有意思的哈，卢门老师呢曾经在自己的这个朋友圈上哈发过一句话哈，当时是为了鼓励一个被自己的这个老公欺骗的一个女生哈，然后当时写了一句话，我觉得和这句话有异曲同工之妙哈，在这个地方给大家分享一下哈，简单分享一下。这句话呢叫做tras un largo invierno, siempre llega la primavera.Primavera, y luego el verano. 这句话哈，在一个长长的冬天之后呢，春天总是会到来，然后就到了夏天。看上去很简单哈，很多这个初级的同学是不是都可以造出这样的句子哈，但是我觉得在这里面隐藏了一丝含义在这里面哈，就是冬天总会过去然后春天还会远吗春天到了之后是不是然后就开始我们可以骚浪剑的一个夏天就来了所以就是这个如果说在下面听课的同学有被男朋友耍的哈，不用没有关系哈，这个是不是哈，夏天马上就快到了夏天马上就快到了哈，我们可以这个出去我们可以出去去，你愿意去夜店去嗨呀，或者是去干嘛都可以哈，因为在西班牙这个夏天哈，大家作为这个特别爱玩的西班牙人哈，他们夏天基本上是不会在家里面待着的，会和三五朋友一起去夜店啊，喝喝小酒啊，然后度过一个快乐的晚上，然后说不定还会在你夜店里面遇到某些人，然后很多人哈，很多情侣在西班牙他是在夜店认识的，然后呢就是彼此看对眼了，那就领回家，领回家之后就开始了一段美丽的奇妙的罗曼蒂克的爱情。所以哈，不要这个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一样哈，在下面不要吊死在一棵树上。是吧冬天已经过去春天还会远吗OK, 好，我们继续来看第三个句子哈。第三个句子呢Los actores entraron en el salón uno tras otro. 这些个演员他们一个接一个的进到了厅里。这都是在什么什么之后这个意思对吧 ?OK, 好。然后补充一个句子哈，补充俩句子都是表示追求和寻求的。
anda tras la fortuna, 他追求财富啊 ，fortuna 财富的意思。OK， 第五个句子 ，no vayas tras lo imposible， 你别跟在那个不可能的事儿后面，你别追求不可能的事儿，是吧？在这里面同样还是一个 lo 加形容词，表示，哎，就把它名词化的一个用法哈。No vayas 否定命令是你别追求不可能的事情。啊 ，OK 哈，这是 tras 的用法。